政部主任罗永文上将代表国防部欢迎这群来自三军各单位的英雄。罗主任和三军副总司令们曾一一握手向英雄们致贺，随后由代表全国各界的26位殿试红军向他们献花致敬。这是本公司的殿试红军向英雄们致敬的情形。3点半钟，政战部副主任白万强中将和金柳社理事长黄启瑞共同主持了记者会，介绍这些英雄不能自问的训练，并且接受了本公司主任的访问。陈少校，您这次是因为什么原因当选为国军的特战英雄？这次是因为我们803总院执行巡捕部里获得上一级和上一级，但是我特别在这声明一下，这个巡捕部里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而是我们护理科全体同仁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我们的院长、我们的主任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工作推展起来非常的成效。那您从军级有多少年？我从国防医院毕业到现在已经在军中担任护理工作有15年不久。那您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我的家庭很简单，我先生也是军医人员，他也是在803总院工作，我有两个小孩，他们都上学了，所以我在家庭方面的负担比较轻松，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大部分的时间来工作上。那么您当选为一个国军的英雄，那么您有什么感觉？我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感觉到我以后的责任更为重大。我也觉得我承受不起这份荣誉，我只有在以后的工作上立足表现，来报答这单位主官对我的爱护。这次单选的原因，因为我在马祖地区担任那个微型对于大陆沿海进行侦察巡逻的任务，总共做了2个特驾车，获得一个环保名单。那我这次单选的英雄，我觉得呢很侥幸，就算在我们本单位里边有很多不是能在完成同样艰巨、同样的危险，这都是我很侥幸的获选而已。那么在这一个国难当头啊，很多的同志在前方后方都是很努力的这个为国家的服务，我这一次单选的觉得是很侥幸。这一次我担任国军英雄是通过参谋总长的特别核定，因为我们这一次在海上实战后选择了发挥了我们海军固有的同舟共济的精神，当选此次的国军。您可以简单的叙述一下您在这个海上扮演的情形。我们在海上一直在海外执行任务，布林斯克漂流了64个小时，后来经过一条索马利亚帆船救起，然后他把我们送往海南岛，也就是说送往北区。结果经过我们一番的努力，坚决不去，结果协调结果把我们送到新加坡，然后再从新加坡飞回台北。那么您当选为国军英雄之后，您今后的抱负是什么？我愿意继续留营，然后以我本身的力量来继续为国家尽忠。